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。联合国系统长期按照联大2758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涉台问题，并据此做出了相关的规定。这些规定必须予以尊重和遵守。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，打着各种幌子在国际场合滋事挑衅，只会自取其辱。